接下来请收看传习法师弘法行。就怕我们有沾光的心态，然后呢，狡猾狡猾的，那样就不好。啊，佛给开放啊，你看把这么殊胜的，啊，像刚才我们读的这个经啊，一读就读一读，书写啊，沾边都会真受，真受。你说这个真受就不单单是真受，实际上福禄受。佛教呢，我们特别大乘佛教，哪一个经典哇都是，哇都是大乘的特色，啊，就是这个真的从这个现象社会现象上来说，也是，纵使小乘佛国啊，那出家人每天一早上就出来托钵，还是给众生做福田。实际上虽然他理论上是小乘啊，披的是那个戒，好像小乘，但实际上他形成在这个五浊恶世里，能出来，能够打这个旗帜啊，那实际上还是对这个众生界，对娑婆世界来说，还实际上还是流露着佛陀的这个大乘的这种精神，啊，所以我们在啊《法华经》里也讲也。哦，佛陀也亲自说，虽然外现的声闻的形状，但实际上内密的是菩萨的境界。哦，正因为这样，我们还是去小乘国家去参学，为什么？因为到那里对我们来看，哎呀，都是大乘的嘛。那个佛的本身传啊，什么都画得清清楚楚，特别优美，不是弘扬佛法嘛，对吧？这不是为了自利。就为了利益众生的，那佛像造的那么庄严，寺院那么庄严，大家都懂得恭敬供养三宝，这个处处都透露着这个佛陀的大乘精神。五十三参里面，善知识者十大因缘啊，很多经典《法华经》里面说啊，善知识者怎么怎么怎么，赞叹善知识者很多，但是平时呢？天台宗纲要学到现在了，你看到都学这么多过去了，有没有赞叹善知识的？这实际上这从哪里来的？这是没有善知识有这个吗？啊！但是这就是我们这个汉地人的这种汉地人呢，就善知识就很谦卑，善知识就是很啊，很客气嘛，就是那种低调吧。比较隐在里面，我们就看迎亲佛祖印好的那个电视片子里面，地宫法师好的，他那个地方主要就是上座部佛教的区域，没有大乘佛教的，没有金刚乘佛教的，但是他所显现的功德，他的弟子所显现的虔诚，就是像金刚乘的这个一样，啊，你看他当他走过去的时候，大家都趴在地上。让师父踩着大家的身体走过去，对不对？啊，然后一批这边起来了，再往前排，再往前排，用身体铺路，让师父踩过去。有一次也是突然消失，然后弟子们都不知道师父去哪了。啊，过了一段时间，他出现了，说是去印度菩提迦耶去了。啊，到菩提迦耶里去干嘛去了？也是取佛杖去了。他说在菩提迦耶看到。啊，一千尊阿罗汉
这是他老人家看得见啊，一般人看不见啊，看得见。这个也就是说，你在泰国，你反而是一个小乘国家，不管是出家人还是信徒，实际上他表现出来的恰恰是金刚乘的这种，完全不是说你印象当中啊。所以说他们的这种信仰情结啊，信仰的这种情怀是很深的。对三宝的前进，哦，对出家人的那个，因为出家人就特别高贵啊，因为他就是说你必须得这样，你不这样别人会看不起你。哎，供养的时候你大家磕头供养，那出家人可以看都不看啊。你看那个我们斯里兰卡的那位那个高僧，你看他那种哦精气神完全是，可他完全可以占主位，他在面对世间的时候他是主位，哪怕一个总统来了，他翻那个他的那个照片看，总统哪一个总统上任了都要来拜见他，国家颁布法律先要征求他们的意见，他们觉得可以就可以，这法律就通过，他们觉得这个法律不适合，这个法律就废掉。我为什么会讲这个？也就是在我们这个大乘佛国，虽然把藏教判为最低，啊，顿根的，但实际上我们这些人，这半路学佛的，带着种种的烦恼啊，甚至知见已经成型的，已经牢固的形成了我执我见，带着这些来学佛的，啊，就这个藏教就够我们学的了，现在要来学这个通教的因是体空观啊，实际上就是因为这个我才发表了这么多感慨，你知道吧，我们这一上来的体空观，观察色受想行识五音眼耳鼻舌身意六根，加上色声香味触法六尘，加十二入，再由十二入加上眼耳鼻舌身意的十八界，这五音十二入十八界包括我们的身心啊，世界和身心，观察这些东西都是因缘所生，不从自生，不从他生，亦不是自他共生，亦不是无因缘而生，我们哪里懂这个啊？所以昨天讲一个了，这人骂你了，你生气了，我们怎么拐弯也拐不到这个通教上来，你能拐得上来吗？那通教实际上就是我在哪里？你骂吧，我在哪里？哎，我自己都找不到我，哎，你骂我，我会不会生气啊？我是不会生气的。哎，还有一种就是你在那骂，谁在骂？你就眼看着他，谁在骂？哪里是真的呀？你以为你那个呢？所以他骂，到底你生气，他生气？哎，他骂你，你倒没生气，他骂越骂越生气，对不对？但实际上，我们如果在通教的这个因上，我们不在，我们哪里在通教？明明就是骂我，我很生气。哪里有什么没有我？我明明就是很生气。你怎么分析？你什么时候？就是这个通教的智慧没有的，对不对？他就说不自生，不从他生，从因缘生。这因缘里面实际上就你只要一个我空掉了，他骂你就不会生气，只要他没有，他骂你也不会生气，对不对？只有你也执着，你执着我是为实有的，他是为实有的，骂是实有的，那你就生气。实际上这是什么见？这个是藏教的呀，藏教的顿根中的顿根的见呢，就是凡夫很结实的牢固的凡夫见，知道吧？哎，所以你说通教的因，请问我们这样，我们哎，只能念念过去啊？啊，那我们修能不能修啊？啊，就是我们这个所谓大乘佛教，真的就是衰落了。我们现在啊，世间凡夫的味道很浓的，佛法的这个很淡的。啊，五六级。就通教而谈六级还是很勉强的，通教固然有六个阶段的位次，也能互相融通，但并没有谈到本有佛性，
是极而非佛。现在姑且依原教的教义，就通教而谈六级的位次。先制一表，表明六级的位次，然后依次叙述。一、理级，就是真空法性。中论说，诸法不自生，亦不从他生，不共不无因，是故知无生。一切诸法，不论是心是境，都如镜花水月，干成阳焰，既非自生，亦非他生，亦非自他和合而生，亦非无因而生。四句推简，求其声响，了不可得，名为无声。无声之理，便是真空法性。这真空法性在佛，不能增，生不能减，今古常然，始终不改。若依四谛解释，三界诸苦都如空花一般，苦无逼迫相，当下即是真空法性，即无合合相，烦恼本空，道不二相，无有能智所智。灭无生相，生既不有，何处有灭？这即灭道三谛，也和空花一般，当下即是真空法性。譬如空花显现的地方，就在虚空之中，花本无有，唯有虚空而已。藏教所说的法性，是在因果事相之外，称为偏真法性。这里所说的法性，不离因果事相，因果事相当下便是法性，称为真空法性。因果事相叫做俗谛，法性叫做真谛，真俗二谛，圆融无碍，这才是通教的法性。通教是通前藏教、通后别圆二教的。若把真空法性误认为在因果事相之外，这变成了藏教的偏真法性。若见真空法性中还有不空的道理，这不空的道理是超出于生死涅槃以外的，就成了别教的淡中佛性。若见真空法性中还有不空的道理，这不空的道理与一切法圆融无碍，这就成了圆教的中道佛性。我们地球是生在哪里的？地球是不是在空中的？每个星球都是在宇宙的空中，对不对？这就是藏教的观点，认为就是这个依托的这个空而生的。那从通教的观点来说，连地球本身也是空的，对不对？不等把你的地球搬了，然后哦，这个地方那这是空的啊，对不对？哎，这读一读是不是有加持啊？对，这就是见地提高了，原来智慧也高了，看事物的方法不一样，带着我们你看九霄云外一层一层的云往上飘啊，对不对？哎，普通人只是站地面上看问题，对吧？啊，这就带着我们越来智慧越来越高了啊。
自己，就是了达真空法性，了知一切色法、心法、世间法、出世间法、有漏法、无漏法，都是因缘所生，当体即是真空法性，犹如幻化梦境，非有而有，有即非有。譬如人做梦的时候，看见山河大地、人物事业，宛然是有，等到梦觉的时候，便一毫也不可得。一切诸法也就如梦境一般，当体全空。所以说生死涅槃同于昨梦，能够这样的真实了解，便是通教明自己的位次。三，观行集，就是第一干慧地，是三乘外凡为。见思烦恼譬如火，真空法性譬如水，用真空法来对治见思烦恼，譬如用水克火。在这里已经了达真空法性，能依教修观，虽然有些智慧，然而烦恼的火还没有消灭，法性的水还没有引出，只是干燥的智慧，所以称为干慧。在这里同藏教一样，修五停心，别相念，总相念，但是能观察五音、十二入、十八界，如幻如化，当体即空，便和藏教不同。在通教的观行记的时候啊，这时候已经有了这个通教的这个真空法性的概念了。但这个时候的这个概念啊我们就像是一个，还是我们啊一种理解啊，理解，然后修的呢也是刚刚才开始修啊，这时候见思烦恼啊，如果说见思烦恼是水是火的话，真空法性的智慧就如水，但这个时候我们的这个真空法性的智慧呢，这个水还没有生出来啊，还不足以来灭这个啊，所以它是属于前慧地啊，这个就是说这个慧啊，就是说还没有产生出啊滋养的那种啊，就灭火的那个甘露水还没有生出来啊，所以这个时候需要要更进一步的精进的去修持啊，七觉知里面啊，对不对啊，什么念责法，哎，精进是不是需要责法？哎，对，你这个念要按住的通教的这个真空法性的这个啊，然后要抉择的这个啊，然后精进，在这上面去精进啊，所以在修法的时候是七觉知是很重要的，指导着我们啊。
四，相似集，就是第二性地，是三乘内凡位，仿佛见到真空法性，所以称作相似。性指法性，过干秽地，得暖法、顶法、人法，是第一法，在这个阶段里，通称为性地。在这里，法性的水仿佛已经引出了见思烦恼的火，已经潜伏而不现了。智慧辗转增长，烦恼逐渐微薄，法性仿佛显现，视为性地。合藏教暖、顶、忍是第一位期，就是说通教呢修到这个相似记的时候这个就是说对这个通教的这个智慧你们我们说相似修，你看相似修也很厉害的呀这个相似，它这个是相似记啊，相似记。它相似记的时候，这个智慧水已经出来了，法性仿佛显现，视为性地，它和藏教的暖顶忍是第一位起，就是可以达到那个状态了，那个阶段了。下面分正记。分正集，这里有七个位次：一、第三八人地；二、第四见地；三、第五薄地；四、第六离欲地；五、第七已半地；六、第八辟支佛地；七、第九菩萨地。在藏教里，第七已半地即是阿罗汉位，第九辟支佛地即是辟支佛位，都要算作究竟集。通教是通于三乘的，以二乘说起来，第七已半地、第八辟支佛地可以算作究竟集。若以大乘说，唯有佛地才可以算作究竟，所以现在第九菩萨地以前一律算作分正集。第三八人地、第四见地是三乘见道位，体达见惑烦恼，即是真空法性，断三界见惑。八人就是八忍，在这二位时修八忍八智。八忍八智藏教中曾列表，已经得八忍七智十五心，便还没有得到道类智，这是八忍地。八忍八智十六心具足，顿断三界八十八识见惑，亲见真空法性，便是见地了。这二位虽分两地，其实是用无间三昧连续证得的，在修观时无有间断，不出于观，名为无间三昧。十五心时称为八人地，十六心满变成见地，和藏教须陀洹果齐。因为这个前面分正记里面七个位次，第一句是第三八人地，这里是对第三八人地的一个解释这个正得到修到这个地方的时候，就跟藏教的须陀洹果，所以通过学佛法就是渐渐渐渐我们的知见也变了，
渐渐我们就排队啊，我们从一个好像一个从一个老百姓啊，到新兵一样，新兵然后到部队里面的，就是所有的，啊，我们这修行就是从一个凡夫的学佛教法，然后慢慢进入修行人的队伍，然后啊去知道啊去了解到那个啊怎么修行人啊这个戒定慧是什么，然后慢慢的圣果是什么，朝着什么方向，然后就是在那个。凡圣同居里面啊，那个圣人你也可以看，哦，这个人修到什么地方了啊？因为你有了这些知见了之后，你就有了标准，啊，你就会知道哦，这个人他修的他的什么见，他是什么行，啊，他有什么瑞相果的这种正道的瑞相，像我到地宫法师那边去一样的啊。他们托钵回来了，再集中到一块，而且荤的归荤的，素的归素的，分好之后列队往那一坐，一念又要半个多小时，1个小时。我看吃饭都快9点了，基本上那2顿都集中在一块了，基本上，实际上也就形成了日中一时差不多。地宫法师也出去托钵的，他托钵拿一个扇子啊，这信众们都认识他嘛，一看到他，我特别虔诚。啊，鞋脱了就是，他呢又很慈悲，拿个扇子都对大家扇啊，这扇，就拿扇子就加持的意思啊，给你再扇一下，好像那大对大家感觉好像一变就一股清凉风过来了一样，啊，所以就是特别那个，他们就日子定当中，他们都是光脚的，啊，光脚踩在那个路上，那路都是啊石头渣子啊什么，你说真的不容易啊，他是第一位嘛，他第一位，我就第二个位。啊，大家看到他很恭敬，一看哟，我在后面，哇，给他也多，然后给我也多啊。边上要有一个人拿口袋的，也可能装，是你去体验就会，啊，那个走路好了，一个走路就好多种方法进行，脚怎么样走，两个脚走，步距多少，脚后跟啊，脚尖啊，怎么迈。静静的进行，啊，那个时候他妈妈亲自教我们，啊，他妈妈也是非常的慈祥，啊，地宫法师妈妈，那时候那次我们回来不久嘛，他妈妈就去世了，在热带，他妈妈坐在那边，啊，面色如生，啊，去年他爸爸也去世了，也是的，面色如生，身如琉璃。这就知道他儿子修行的好，你看爸爸妈妈都特别那个啊，在热带的地方能够就像活人一样坐在那边，大家看着啊，爸爸妈妈都坐着走的，全部就是禅定当中走的。你深入教法会就慢慢的改变我们的习气，我们就建立起啊，你说八忍八智啊，对不对？世间的人。既不没有忍，也没有智啊！我们既有忍，而且有智，有观智啊，产生。所以这就我们的精神世界就建立起来了嘛。精神世界建立起来了，那这个肉身跟我们的精神世界比起来，精神世界越来越强大，然后这个精神世界越强大，越能够透彻的认出我们这个四大无因。这个四大本性是空性的，啊，就越能驾驭我们的四大，越能够就是降服我们的见思烦恼。然后那个强大的那我们的这个觉悟的这个身体叫什么呢？这实际上它本身也是无表色的，它本身也是无作妙体，它本身就是戒定慧熏修的功德体，就是它就成为。我们以后死了之后，那个金刚不坏身就是靠他，火化之后烧出舍利来也是他，甚至往生极乐世界，能跟极乐世界诸佛的殊胜的这个诸佛的佛国能够升到佛国，也是靠他，啊，就是他才是跟极乐世界、跟阿弥陀佛的威德、无量光、无量寿的属性是完全相同的，啊。他给人传戒，那就叫戒体，啊，修定，那就是定的体，啊，
它也同时也就是会的体。三，第五薄地，三乘断欲界九品思惑中前六品思惑，体达欲界思惑烦恼，即是真空法性。第四见地已断见惑，但思惑还没有断，现在尽断欲界六品思惑。烦恼见薄，所以称为薄地，和藏教斯陀含果齐。四，第六离欲地，三乘断欲界九品思惑尽，体达欲界思惑烦恼，即是真空法性。断身见戒取疑贪嗔。五下分解离欲界烦恼，所以称为离欲地，和藏教阿那含果齐。五，第七已半地，三乘断三界见思惑尽，体达色界无色界思惑烦恼，即是真空法性。断调举慢无明色染无色染五上分解，这时色界无色界七十二品思惑都已断除，所作已半，所以称为已半地，和藏教阿罗汉果齐。第七已半地以前都是三乘共行，第八辟支佛地以上过二乘地为是菩萨所行。六，第八辟支佛地，第七已半地断见思惑尽，犹有习气存在，譬如烧木成炭，这里更亲习气，譬如烧炭成灰，和藏教辟支佛果齐。七，第九菩萨地，第七已半地断尽见思惑，第八辟支佛地清除习气，到这里习气也将要断尽了。二乘观一切法空，菩萨虽观空而不住于空，更能从空入假，做六度万恒等利益众生之事，所以超出于二乘。菩萨既观真谛又观俗谛，所以得法眼，既照真谛又照俗谛，所以得道种智，能够游戏神通，
净佛国土，成就众生。啊，辟支佛地这里稍微解释一下啊，见思惑已经尽了，但习气还在啊，烧就像烧木成炭一样啊，到菩萨地这解释的就多了，你看，嗯，所以菩萨为两种事业，这两种事业，一是净国土，第二是啊，净众生，啊，他这里叫成就众生，啊，也可以说净国土净众生，啊，也可以说是净国土成就众生。藏教所说的菩萨，并不断惑，但是福惑而不发，叫做福惑行因。因为藏教认为，见思惑为三界的根本。若断见思惑，就不能再到三界里度众生了。通教所说的菩萨，虽断见思惑而不断习气，叫做福习润生。因为通教认为，若断习气，便成为一无所有，岂能再到三界度众生呢？所以必须用本来是度众生的愿力，扶起残余的习气，以滋润三界的生死，生于三界之中，做利益众生的事业。若别缘二教的菩萨，就不需福祸行因，也不用福习润生，因为别缘二教中有中道佛性，这中道佛性是不空的，自能从这里发起应化等身，便于法界，济度众生。这里出现了这个名词了，福习润生啊，藏教里是不断的，这里虽然断见思惑，但是不断习气，这就叫全称菩萨，知道吗？就是菩萨在因地的时候，菩萨实际上也是有一个渐修的过程啊。那后来原教的菩萨啊，那就不是全称的了啊，那就不是全称，那是什么？原教的菩萨那是等于果地的菩萨，是果地的菩萨啊，果地的，也就是说方便显现的啊，像文殊菩萨，我们也看文殊菩萨是菩萨，对不对？但实际上文殊菩萨早就成佛了，观音菩萨我们也喊他是菩萨，对不对？他实际上早就成佛了，对不对？哎，那请问观音菩萨还要不要这个福习润生啊？没有，不需要的啊。但对因地的菩萨，他就有这个，他就怕。今年这个初四初五，对不对？你看我讲从下午一点到讲到晚上一点，叫讲法要让他们听听得透，要听透，知道吧？要做按摩一样的，按了一半不按了，他还别，你还不如不按呢，是吧？哎，你这个做按摩要按透啊。啊，就这个意思，啊，揉面也是的，要揉透了，哎，做饭也是的，要做熟了，别做个夹生米，夹生的这个简直是，对不对？发面也是的，要发透了，你不发透，哎呦，就是听法也是这样的，嗯，这个也是不容易啊，有时候，嗯。所以这个啊，为什么就是我们为什么连普贤菩萨，我们跟着普贤菩萨发愿，你要跟着，你发愿都要跟着大菩萨发愿，你不跟着大菩萨，你自己不会发的啊，你发了老半天，你也不明白，有时候想为什么我要这样呢？啊，我今发心不为自求，人天福报，声闻缘觉，乃至全称诸位菩萨，对不对？哇，你看那口气多大呀！对不对？别人求都求不到的福，啊，接个财神，你看来那么多人，我们就直接第一句就是不求人天福报，
对不对？不就是天赋不？一句过去了，你看，第二还有厉害，声闻缘觉又过去了，对不对？声闻缘觉还了得呀？啊，声闻寸就是有四果啊，须陀洹陀国、斯陀洹国、阿那含国、阿罗汉国，我还了得，沾个边都是不得了的呀！人天福田呢，都是吧？到哪有吃有喝的呀，对不对？倒是那应供还了得了，那供世间圣贤啊，那第二句就超过去了，不求声闻缘觉，哇，一下过去了，缘觉称啊，缘觉果、辟支佛果就是两个果位，哇，第二句去了，然后第三句就是。乃至全城诸位菩萨，诸位菩萨，这哗一下子又多少过去了，你知道吧？啊，这个，那这口气多少大？你看，你沾上了普贤菩萨，你看，哇，都是坐的都是豪华车，行的都是高速公路，住的都是五星宾馆，跟普贤菩萨就不一样了。对吧？你整个读过去了啊，《天台宗纲要》还了得，把佛陀的一代十教、58教都到了达于心，对不对？你这个再一学，《天台宗纲要》学了，然后《天台宗》里面再几个重点再一学，啊，对不对？四禅波罗蜜再一学，四禅波罗蜜，对不对？啊，那还了得了，禅定法门都有了，啊，然后一个观，一个止，这就是《天台宗》的主要的止观。啊，永嘉大师为什么能够到去，还跟六祖大师见面，甚至打个招呼回去了？你那多潇洒！为什么？就是因为他有深厚的天台教观的功底。啊，显首大师，哎，他甚至他学了华严，他都不明白，最后还要借助天台的教理才能够，啊，才能够明白，哎，再回过头去弘扬华严。那你还了得？哎，所以天台这个是很特别的，很特别的这个叫法啊，甚至这可以拿出来啊，连印度的这个梵僧来听了智者大师讲课的时候，哇，你这跟我们印度的讲的，哎，这个啊，这个都是一样的嘛，所以才被称为东方释迦文，东土释迦啊。这个是确实非常的甚深的见地。
护生协会，秉持佛陀无缘大慈、同体大悲以及众生平等、慈悲相待理念，慈悲置业于2002年成立了中华护生协会，以倡导救护一切众生。尤其时代环境变迁，放生一定要配合政府所宣导的保护生态环境以及物种生存条件等各方配套措施。在放生更要护命的宗旨下，护生协会这几年都采用筹建护生园区的方式来拯救生命，以安养物命的方式来推广、来救护生命。目前护生园区于宜兰共有4处园区，新北有1处园区，于云嘉南地区有10处，高平地区6处，金门设有1处。护生协会在众生平等、慈悲相待的理念下所推广的会务有：一、不定期举办各类护生救生活动，以教化世人尊重生命、爱护生命；二、认养清寒学童的活动，筹集清寒子弟助学专款项目，以及提供海外僧伽医护经费，带国外僧众寻找护持功德主等行动；三、国内外急难救助以及婴生未生胎儿的免费超度登记；四、协助佛教慈悲置业基金会2021年结下的防疫共僧包发放等。只要是护持众生、利益众生的善行，都是护生协会所努力的方向。慈悲置业高雄分会中山书坊启建佛母孔雀明王消灾祈福法会，恭请慧宣法师、广护法师及法务指导僧众共同领众。日期9月14日星期六，时间上午9点，地点高雄分会中山书坊，高雄市新兴区中山二路472号7楼，洽询电话0722123230722123，0728202278，0728202278。敬邀菩萨参与熏习，同沾法益，共沐佛恩，配合防疫措施参加共修，敬请佩戴口罩。法会直播请搜寻脸书佛教中山书坊。佛教慈悲置业云林观音讲堂启建梁皇宝忏暨30信念法会，恭请广护法师主法，日期9月23日星期一至9月28日星期六，时间每日上午9点开始，地点云林观音讲堂，云林县虎尾镇新南里竹围60-3号李斯特加油站后面，洽询电话0563315650566，0563315655。法会期间上午8点半，斗南火车站备有接驳车，敬请与会菩萨做好防护措施，并保持社交距离。身为凡人，是一位童子，他以皈依三宝持戒精严。他的舅父是一位商人，有一天童子与商人舅父同行，沿街叫卖珠宝挣钱维持生计。珠宝都很合身体哦。您好，随意看看我的珠宝吧，样式都很好看的。
这样一路走着，慢慢来到了他国。商人先行渡河，到了一户寡妇人家，保证货真价实，样式新颖，这里有样式美丽的珠宝出售，快来看看呀。母亲，母亲，母亲，有一位珠宝商路过，我们家有个澡盆，可以用来跟这个商人交换一些白珠啊。哦，好啊。母亲，快来呀！请您看看，这个澡盆可以和您交换一点白珠吗？哦。是一个真正的宝盆啊，价值连城，没想到竟然会埋没在这种地方，我今天运气实在太好了。等等，我可千万不能让这母女俩看出来。这是假货，你们拿这种不值钱的东西给我看，想要弄脏我的手啊。哼，弄了半天，原来是个假的呀！不是这样的，原来他们家是骗子呀！哎呀，真是太丢人了，还怎么好意思出门见人？过了一会儿，童子过河后也来到寡妇家中。女儿又想要拿澡盆来换些白珠。不行，前面发生的事情已经让我们受够耻辱了，我们要以此为戒呀，不可以再犯同样的错误。可是妈妈，我看这个童子有仁人之相，不像先前那个贪心又残酷的奸商啊，求求您了。唉，这个你先看看吧。哦，哎呀，这澡盆可是紫磨精制成的宝物啊。我愿意用我全部的货来交换它，请问可以吗？好啊，太好了。那个还希望您能补给我两枚金钱，让我能够雇渡船回家。当然可以了，你真是个诚实的人。刚才有另一个珠宝商人还骗我们说这是假货呢。啊，难道是旧货？商人在附近歇了一会儿，觉得是时候去骗得宝盆了，于是又转回到寡妇家。你看看这一条，你戴上一定很漂亮呀。妈妈戴上会更好呢。哎，今天呀，算你运气好，我就用这几个珠子跟你交换澡盆呢。刚刚有个有良心的童子用他全部的明珠来换了我那一个金澡盆，还觉得太便宜了呢。你们奸商再不快走，就别怪我拿拐杖打你出门了。啊，
一定是搞错了。别，不要啊！哎呀，哎呀，这是怎么回事？慌慌张张的。还我的宝盆来呀、那是我的宝盆，我的宝盆呐、我好像听到了救父的声音。性急懊恼的商人气急败坏，捶胸顿足，即刻吐血而死。守信持戒，以获至宝。毗婆达多贪心欺诈，以致丧身呐、童子者，即是我身；救父者，就是毗婆达多。